Hello，大家好，今天要讲的手表是这里1966年代的 Seiko。我们看看，我把它的秒针。长针移一，让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这手表叫 Seiko Sportsmatic 5 Waterproof Die Shot 21 Jelly， 它是1960年代的手表，它的 diameter 是 36mm。给你看看它的 crown， 它是进去的，所以你不会看到它跑出来。然后它后面你会看到后面有一只 Dolphin， 这个也是 limited 的，它的 caliber 你会看到它写66198120，然后这只手表的后面的背盖是有一只 Dolphin 的，然后这个表带呢是原装的，但是不是他的手表的，他手表来的时候，我这里手表是买二手的，所以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表带，但是这个表带是另外买的原装的，然后这个是我自己装的，因为它的这边的长度是 19mm 的比较难找到，所以说刚刚好有这个，它不是，它应该是要找的有一个牛角的，把它关起来，那就 perfect 了，太美了，完美，暂时是这样。那我打开给你们看看它后面的机芯，这里手表它是有 date 和 date， 它的特别之处就是它的 date 1号到31号那边它是用 press 的，我 press 给你看，它要换 date 的话按下去7号8号9号10号它用 press 的按下去的，所以说特别之处也是在这边。然后这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你就要转 24 hour 24小时，我跟它打开给你看后面的机芯，挖掉它的表扣，里面OK， 啪的一声，它的机芯这边，它有写
Made in Japan. Seiko. 看到吗 ？Seiko Japan 机型是6619A。21 Jerry。21 Jerry。The original made in Seiko, Japan. 这是早期1960年代的机型。然后它的盖是有一只 Dolphin。Dolphin 的。后面是有一些印些英文字母 Japan 我把它关回去放好好这个是 Brace 的啦比较方便我可以开的我就尽量开给你们看有些不能开到的就没办法了 OK 它是黑色镜面的 Seiko Sportsmatic 5 OK 好 Special 地点就是它的 date 是 press 按下去看到吗14号15号16号16号用 press 的不是转的是 press 的 OK 今天的频道就播放到这里谢谢你们的关注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请 subscribe 我还有给我一个 like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叮咚一下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分享的节目谢谢你拜拜